品尝火锅，边谈天说地，让三五好友往后能回味无穷。但定格这一刻，某天回想起来，恐怕就是风险一，围着一锅，距离太近。我们目前就是以座位桌跟桌之间是有设置梅花座，但是座位跟桌座位之间是还没有设置。对，但是我们接下来因为总公司可能也会开始来实施。太快拆散民众，这家火锅店选择注意小细节，每小时用酒精消毒地板一遍，也发现民众戴好口罩起身要到自助吧这刻有风险二，会和其他人接触到同样容器，因此请民众先喷放在一旁酒精瓶，才能真正吃到饱。换家火锅店则是直接递给客人手套装饮料、挖冰，避免疏失，再加上入店喷酒精、量体温，服务人力。初二到初六的这一段年假期间，会比较主力再多加派人员去做一个管控。火锅业同步展开防疫大作战，有的现在还架上和邻桌之间隔板，也有的清宵做到满。在每天的收班以及开班之前，我们都会用漂白水擦拭桌面。但回头看火锅，依旧炊烟袅袅。医师说，因此再怎么隔板、清消、努力防疫，风险还是无法降太低。煮火锅的时候，热气会上升。那这个热气其实是水蒸气。假设有人有病毒的话，就会让这些病毒附在这个水蒸气上，飘上来。飘上来会在室内累积，没有戴口罩，可能就是一个飞沫，或是一个喷嚏，或是咳嗽的时候，有可能会有确诊的患者会带病毒，会在散播在空气，耗餐式的方式会来得比较安全一点。专家个个不讳言，火锅店就是疫情热区，防疫作战有输有赢，民众能做的是尽量避免群聚。报道者如镜台北仓报道，锁定八大民生新闻，记得按小铃铛哦。